要写这种文章以前，应该先了解最近人民是咧愤怒啥？嗯，伊个文章拢唔知影，即马百姓恁到底是咧愤怒啥？嗯，伊嘛唔知影，我马英九为虾米面条会博啊剩15%？伊嘛拢唔知影，伊甲他看到表面即个现象，嗯，讲这种叫做大法师，我嘛感觉奇怪。嗯，百姓是讲你要改革，你要去决赛，你甲台电重要性改革互阮看，为虾米内底会浪费遮多？为虾米官商会勾结，会食钱食遮多？这法师你敢嘛唔知吗？嗯，我怪伊唔知吗？到今日为止。陈新洲兼经理不公山，规山头拢违章建筑。嗯，你今日有写一篇文章讲，我违章建筑是为着拖薪大众，嗯，为着人民，你的素养得较悬淡薄啊。嗯，你嘛无解释互听，素质无够就是无要修法律啦。嗯，你做一个这大的山头主持人，你家己知影你迄违章建筑是违法的，台过一个议员给你检举。罚金讲听过，怎么罚100万、200万？高雄市政府，如果你若安尼，高雄市未来违章建筑，你若敢去拆，嗯，我相信高雄市议员民这种你着拄掉的。嗯，较大违章建筑你唔敢处理，百姓违章建筑你随法拆，干嘛人家有啥物无共啊？是嘿，徐老师。所以我觉得星云大师可能误解，现在是蓝绿最不对立的时候，就跟我讲，我那些是遇到的，他跟我说他第一大队，我那时候本来想他来呛我，我那时候还听不清楚什么叫第一大队。今天我们看各台的call in节目都是在检讨谁，不是在检讨陈水扁啦，是在检讨你马英九啊。蓝绿什么时候对立？红三军的时候对立。我甚至我认为现在是蓝绿最不对立的时候，大家都有共识，因为这个总统太烂了。嗯，批评一个总统太烂是怎样？我们民主素养低。嗯，可是想想看，洪怡他那一段话，嗯，不要有偏见，不要称义而言，不要怎样？要善良厚道。不是，洪怡，我讲他那一段话，可不可以拿去给马总统？马英九哦，一意孤行，称义而言。对，嗯，你要批评老百姓，洪怡，我们怎么？一意孤行法，嗯，人民是没有，老百姓怎么一意孤行法啊？五月要缴税还是乖乖缴？对啊，要一意孤行，啊。老百姓能有什么偏见呐，啊？有权利的人才能一意孤行呐，啊。我本来读那一篇，我还以为哦，这个是在讲马总统哦，后来发现是在讲老百姓。老百姓十几万人上街头，马总统能让马总统如何？嗯，淋雨的，对不对？坐游览车坐十几个小时的。三更半夜就赶来台北抗议，能奈马总统如何？我觉得幸运大师，你不要太高估老百姓。老百姓今天会出来抗议，是因为受不了了。徐老师，马总统啊，他按照青云这个法师的说法，马总统是不情绪化的人。马总统如果够情绪化，就说我不干。不干，我还真希望你们来当啊。其实我还蛮希望他情绪化一点，他最好不干，要一堆人抢着当。我刚好这里星云和尚佛法的修为高不高深，我不了解，但是一堆劲敌，尤其是民族劲敌哦，看完这篇文章，大家讲连入门都还称不上入门，所以我是建议他以后还是多讲佛法，少谈政治。可怕吧？欸，但是一触鼻哦，一中有一段讲。一定礼拜讲的话，有人批评讲伊是政治回想，嗯，哦，伊刚刚很不以为然。你既然要出来讲政治，要替马英九讲话，你都要接受批判啊。嗯，所以人讲你政治回想，你也要欣然接受啊。嗯，你也不能有偏见，也不能太情绪化啊。因为你是你自己跳进来在谈政治嘛。嗯，其实读了星云，啊，最近我看到有很多包装工哦，纷纷开始上工了。对，开始纷纷上工了。嗯，有的是给马英九，但是实际上是替伊的讲话。嗯，比如讲有人讲啊。马英九这个人吼是足好的人，但是就是吼袂晓做事，袂晓做事啦。嗯，啊，就能力吼，唔是无能力，是下骹幕僚的问题啦。嗯，啊，幕僚有啥物人用的？幕僚嘛是马英九用的啊。现在我们看到，因有一群人知影讲，你即马替马英九讲好话哦，嗯，人民听袂落去，加甲伊骂两句啊。但是事实上是你替伊讲话，嗯，这些人我统称他为包装工了，嗯，因为旧的包装现在被拆掉，现在要赶快新的包装要赶快再包回去，而且。要包得比以前更美丽，而且更不容易被拆穿，所以这种包装工，我相信以后会看到越来越多。两成的人满意马总统，几成的人不满意，嗯？大概接近七成的人不满意，嗯。结果他现在在讲的是这七成的人啊，都有善良不厚道。嗯，那我就对，照理说佛法不是要。普度众生啊，对呀，啊，你不是要关心那些很弱势的人吗？你怎么关心一个权力很大的人，跟他讲说他很好呢？还怕他不干呢？然后他现在觉得那个权力很大的人很可怜，因为他被这些有偏见又情绪化的人欺负了。那我觉得灰心，因为你跑总统，哎，你没背谁？我想无这是什么道理呀，啊？我们再看呐，啊，
监察院长王建轩，这个嘛包装工啊。好，在中国时报啊接受专访，他说啊，马英九现在很容易陷入父子骑驴啊。嗯嗯。哦，他说啊，你不要害怕被骂，只要怕，如果怕被骂就不要干。哦，不行哦，星云说马英九不可以情绪化。哦，王建轩说啊，马总统就是太老实了。但现在这个社会专门欺负好人，哎呦，你们这些啊，你看您在拍啦。马总统过去四年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是啊是啊，谁还被谁不满意？一定能讲马总统过去怎样做得太好了。嗯，马总统老实人，现在啊，这个小会专门欺负好人，好人。马总统好人已经把国力美上，美烂了，美不美美美美背谁？星云嘛，美背美美背谁？马普总统，这个监察院长马普总统嘛，美美背谁？这是什么斗笠呢？所以王建轩是王圣人了、啊，哎哦啊，星云当然你这个宗教界有一定的这个地位啦。嗯、但我感觉因讲这话吼，已经让人感觉讲，这个已经是变相在帮一个独裁者背书，跟一个独裁者的成为独裁者一些温床或者是支持者。把刚才那个破马英九啊，你看吼、哦。总统的角色是啥？总统的角色应该是闻声救苦，而且是破产呢。嗯，哦，你若讲一个司机为十高楼跳来，一个司机为了家庭的生活塞车死在车顶，嗯，啊是讲规家伙烧炭自杀，这总统啊是讲星云王圣人来看了这个状况，嗯，你应该出来要规劝总统说你政策哪里是做的不好啊？嗯，加上今天日食，好不好？古早时代，日食皇帝了，下诏罪己啊呢！人民呐，对生活无好，总统爱想啊，这拢是我的责任哦，再把责任再担起来呢。但星云甲这个王圣人咧讲，等于等于咧变相鼓励马英九咧，怕骂你就不要干，意思是啥？你要干，你就是不要怕骂，你就继续甲撸落啊，推卤激励的，一直甲撸落啊，对不对？嗯。官方有错，都是人民的错，不是马英九的一个错。今天这个物件就是这吹出来，撸了呀，撸了呀，就是这吹出来了，撸了。是啊，所以我讲好，星云真的是，我坦白讲了哈，是真的是不知民间疾苦了。也不讲米国五百加菜啊，哦，正所税该也不关的呀。油电双涨，他可能也不知道说，人民因为油电双涨造成万物齐涨，人民的生活的痛苦在哪里呀、啊？是，我跟你讲，看星云跟王建轩共委，我请假讲哦，请假是圣人不死，马屁不止啊。我唔知这请假唔知我怎讲，我跟王建轩这个院长讲哦。你如果给我九台 BNW， 我也让你欺负一下。哎、啊，一享受所有全国老百姓的这个血汗钱，可以，可以，一块的。都会上涨几万的，对吧？哎，可以一块的保障他的安全，各式各样的生活无虞的其尊。还、不知道监察院是干什么的啊？证、然后叫，然后意思是我们修理他，他被欺负呢。对。真的真的，我很想像马英九一样被大家欺负一下。嗯啊，我高台 B N W， 我坐一下吼，就刚换一台。我说怎么会有这种言论出来呢？嗯，那星云那更不用讲了。我觉得吼是这样，你要讲这个这些政治的事情吼、嗯，你也想一想说，那佛教里面对于政治的看法是什么？你退出来供啊，嗯、你不是啊，你是退马英九一个人在那里抹粉涂脂、嗯，然后不惜牺牲其他人民的这个。这个名誉，吼，这去贬低他人，来这个来讲马英九的好话、嗯，我觉得这才是更不可取。你啊，吼，被泼骂，你最厉害泼，你不要去贬低其他人民。嗯、我你看，这次真是这一个是所谓的修道人应该讲的话吗？这佛法来这到底有高？哦，我唔知啊，啊，我这尽量知。你都没悟啊，你都没有悟啊。来、啊，谢、哦、王建轩他应该做的是哈，好好的去把梦想家的弊案查清楚了、嗯。王建轩应该做的是。赶快把山庄哦那个案子查清楚，国发院有没有弊案？嗯，结果王建轩今天是怎么样？跑马英九，我讲真啊，做一个干战一定做到安尼哦，我是足看袂起的哈、哦嗯。王建轩哦，他说马英九太善良，善良的人会逼老百姓吃瘦肉精吗、嗯？善良的人会看到百姓那么痛苦的时候，还逼得他油电双涨？嗯，真那个，我都唔知讲哦，最近这一波油价是在起上面会多哎。嗯，你知无？讲油价即嘛吼，油价。这几个礼拜又降一角、嗯，说这七周已经降了1.5元。嗯，你想这1.5元还是所谓减半调降呢、嗯？如果不要减半调降，这个七周可以降至少3块到4块啊。嗯，啊那降3块到4块，啊上一次一次涨足涨了3块多，写体会多啊、嗯。结果它这样一涨，整个物价全部上去，
民生痛苦的不得了。你王建轩知道吗？这样叫做圣人的表现吗？我看哈，王建轩，你干脆哈把这个院长的位置辞掉。我反而觉得哈，你在讲那个男女性爱的那个部分哈，还讲的还真不错，蛮精彩的。我是不担心圣人啦、啊、上人啦、啊，好、这些出来包装马英九，其实这都很低劣了。我觉得老百姓眼睛看得很清楚，被骗那么久了，不会因为几个圣人出来、上人出来，大家都觉得说啊，我们不应该批评马，我不相信。涨物价啊、涨油价，这是老百姓切身之痛了、可是我担心的是什么？担心马英九相信他们两个讲的话、要有霸气哎、要冲下去哎、别人意见跟我不同没关系哎、我担心的是马英九不像老百姓那么聪明，他真的觉得死老百姓的话不要相信，两个圣人跟上人加起来，红衣天上嘞、听了决战六月不是这样吗？其实决战六月不止正所税，不只是售后金嘞、电价也是六月给你涨哎、三条战线全开。红衣我真的不晓得五月十九号讲检讨再检讨，什么努力再努力，改进再改进再改进，结论就是怎样？三条战线全开。开始打，连媒体都在说你是怎样？你真的有在反省吗？圣人上人讲话，你真的可以信吗？这些都是低劣的包装工啊！真正优秀的现在都不敢站出来了。低劣的包装工，侯颖，王建轩讲这个话对他有帮助吗？大家会看清楚王建轩你是怎样的本质。好，星云的更好批评，侯颖，政治学 A B C 很好批评啊！你本来是个佛法高僧，结果人家会觉得你连民主政治都不懂，这都是低劣，对马英九没有帮助。可是我真的很担心，马英九相信他们两个讲的话。再看哦，嘿，王建轩讲最后一段，邮电动涨是民进党执政时期所留下来的烂摊子，迟早都得面对。难道不该涨吗？还好意思走上街头吗？我确定王建轩还活在2008年，他大概忘记马英九选前也是邮电动涨，所以你干嘛走上街头？现在两想嘛，不要脸，不要脸了，不要脸！他竟然在骂那些弱势的人呢，梁老师。我被波兄哦，那我星云的看法，我是不懂佛法，也没有参透。但是哦，我看过那什么以前的《高僧传》哈，有这种书《高僧传》。或者你看那个达摩见到以前见到皇帝的时候。那些高僧是怎么对皇帝讲话的？我都还没有看过有什么高僧对皇帝讲话是这样泼的，大家都在规劝皇帝。我就想我们这个什么叫大师，虽然有地位管得这样，没法度地位，但真的没法度参透。好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要开放给大家call in，先休息一阵广告。